a special lady. There's nothing but facts. She make you want to ride home. Be so proud to call your own. She's my great inspiration, my valid confirmation to write a love song. She's a perfect symphony. It makes it easy for me to write a love song. I could go on and on. Hello, I'm Moe. Hello, 我是企鹅。清新，一个同苹果画上等号的地方，这里的苹果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苹果之一。兴津是清新县东部的地方名，也是清新县最古老的历史地区之一来。上集我们就去完北海道函馆山做雪条，今集就同大家一起行下清新县的市中心啦。好啦，首先现在就去这个 A 字馆先，轻轻地行了先。来到这个 A 字馆都唔少人嚟喎，你睇我车场系冇变噶，成个场都系啲苹果味啊！苹果派系咯，唔好睇呢一座清心苑观光物产馆嘅外形奇奇怪怪咁样，三角形嘅设计咧，其实就代表住清心奥莫列开头嘅文字 A 啊。呢度以前咧，早于江户时期咧，就做过木材同埋海产嘅仓库。有13层楼，顶部咧就系展望台，可以睇到好靓嘅天空。而家嘅展望台咧就开放到下午6点，游客服务中心咧仲可以咨询到清心县入边嘅观光导览添。馆入边咧除咗有卖清心当地嘅传统工艺品之外，仲有好食嘅苹果批，同埋清心县入边嘅相关产品纪念品都有。边个苹果批？仲有新干线的周边添喎，一四九五啫。日本人咧真系好识做生意噶，喺物产馆入边咧竟然会有苹果批嘅铺头，食又对唔住自己个银包，唔食又对唔住自己个胃。一场嚟到，豁出去就试下佢嘅芝士苹果批啦，成为370 yen。好，我哋一路行一路食。佢望落去咧，金金黄黄咁样咧，都几精致嘅。呢个喺个物产馆买嘅苹果批。370 yen其實一啲都唔平啊，摸落去唔係好聚手嘅，就睇下同之前食嗰個世界一嘅有咩唔同啦。好，拆啦，走啦。咬落去酥皮都鬆化嘅，不過我就中意世界一多啲啦。500 yen。減價減價，哇！其實我有興趣買嗰啲人，呢個緊學生嚟，500 yen。我哋啱啱買咗幾粒印仔，哇！佢真係好好啊，仲送咗支筆俾我哋，內墊機添。分分鐘呢支筆仲貴過印，就係呢間小店。係。入去呢个二市场，首先咧就买飞先。跟住之后价格系8月1日开始加价，加咗500 yen。如果单纯想试海鲜嘅话，都可以学企鹅咁样点餐。哎 ，no rice，no rice，no rice。噔噔，用完2000 yen去买10张餐券之后，你就可以按需要拣一碗白饭嚟做底层，一张餐券咧就可以换一碗白饭，想食大碗啲咧就用2张券就可以啦。出去拣海鲜咯。好，我要一个一枚啊。系，我系一个。嗰个呢个点啊？系。
はい、あとはいいかな、サーモンはどうかな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少年さんたちもどうかな、はい、ちょっと話して、早くにしてる、早くにはい、いらっしゃい、焼きたて卵ですよ。呢、这個兩枚好 hea 喎，你睇下，都係都差唔多兩粒。頭先我見到咧有三文魚子嘅，三文魚子咧一張券換一個，但係呢啲係蟹子嚟嘅。誒、欸，可唔可以換條魚啊？或者換條魷魚都 OK。我唔俾你喎。你就搶啦。除咗新鮮嘅海產之外，仲有清心出名嘅小菜、葉菜同埋味噌湯。全汁啊！喺度坐，喺呢邊先。哎呀，哎呀，坐啦。喺度坐，喺呢個位置。誒，我試下呢個。試下呢個。我呢個拼盤喎，我呢個老細識做生意。这个要做的。我发现我们加上这些差不多了。这里还有免费提供的茶，还有 free wifi。鹦鹉叫的，你好女生喜欢吃什么先？是出場很生猛的 Amy， 她之後有帶子、鯛魚、明太子、三文魚子、中菠蘿，是三文魚、魚子和蝦的味道，這兩張券。還有我額外未錢的三文魚新鮮湯的號，這個是我自己特意加的號，老闆說它新鮮大隻，好豐富的嘛。看這隻兩妻女先，有這個應該無形菜欺凌，是中菠蘿、三文魚、油金魚、三文魚子、伊古拉，跟住蠔，係啦，佢係冇加碼嘅，佢呢個係剛剛好十張飛，冇錯。嗱，有呢個啦，就係中菠蘿啦。呢個中菠蘿咧就係一張券啦，跟住同埋呢個咧就係比較切起大塊少少嘅吞拿魚啦。但係呢個就冇乜油脂嘅。呢、這個兩枚啫，都唔係好貴。我記得八魚就試下啦，跟住之後咧就叫咗個海膽啦。呢個海膽真係兩張券啫。跟住之後仲有一隻蝦啦，只蝦就係一張券嘅。呢、這個咧就係飯辣貝啦，兩張券嘅。仲有呢個係拼盤三文魚拼三文魚子拼盤啦，咁呢個就而係一張券嘅啫。跟住仲有額外加碼嘅一隻生蠔300 yen。因為佢咧，如果用券換咧，係要兩張券，咁兩張券計翻係400 yen嘅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就咁收現金咧係抵啲啊！老闆醒啦，就係呢個就係自制版嘅呢、這個叫魚生鴨啊，轉一圈先。哎呀 ，fail 你啊，一啖。呢只蚝绝对系日本食嘅生蚝，呢种系最好食嘅。总括嚟讲，古川市场嘅自选 D I Y 海鲜冬粉咧，系一个非常有趣同埋好味嘅体验啊，非常之适合咧中意探索当地美食同埋文化嘅游客。2000 yen嚟讲咧，简直系物有所值啊！温馨提示：星期二系固定嘅休息日，平日嘅营业时间系7点到4点，每间铺各有差异，记住唔好错过啦。下一集我们将会去到清心宏前，一个充满苹果的地方啊！那里的苹果又大又靓，不想错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赞好、分享和留言。下星期约定你一起去摘苹果啦，拜拜。